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从地涌出品第十五，经文在第305页，305页，上次讲的是这个本门开进闲缘有续断、正说断、流通断，也就是说在本门里面呢一样是有续正流通的三分，而续分当中啊，先是看到这个地涌菩萨以后啊，持土菩萨一问，然后物质下第二他土菩萨已问，那么到他土菩萨已问的文字讲完，就是续断说完。上次讲到这个他土菩萨的已问呢，到了最后一段，那么就是说这个八方所有的分身诸佛，各个坐在这个受像，家福而坐。那么每一尊佛最少都有一位侍者，就是一位菩萨啊。那么这个侍者都向佛请问，那么那些这么多的地涌菩萨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涌出来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分身诸佛各个对他的侍者答复说，而是诸佛各告侍者，诸善男子，且待须臾，有菩萨摩诃萨，名曰弥勒，释迦牟尼佛之所受记，伺候作佛，以问斯事，佛今答之，汝当自当应是得闻。上次讲到这里，那么分身诸佛的侍者问于他自己所供养的佛，那么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答复他的侍者，善男子就是菩萨的通称，对他的侍者都称善男子，说你问的话我现在不必答复你，你稍微等待一下好了，且待须臾，须臾一天，以我们现在的24小时啊，以法相上的说法，须臾就是一天分为30份，30份之一的时间叫做一须臾，那么如果这样子比较24小时起来了，这个一个须臾啊就是不到一个小时，那么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不是固定的多少分钟多少时间。只是说你稍微等一下，且待须臾，就是你稍微等一下啊，不一定是按照那个一天30分之1的那个时间，现在只是说你稍微等一下啊。那么现在在这个灵山会上有一位菩萨，是位大菩萨，他的名字叫做弥勒，有慈氏啊，是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的，将来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玄阶千佛，释迦牟尼佛第四，弥勒佛第五，所以叫做次后作佛。其次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再过一段时间，那么弥勒佛就在这个时间示现成佛了，他现在是一生不出的菩萨在弥勒内院。那么刚才在灵山会上，弥勒菩萨代表所有的8000恒河沙数菩萨已经请问这个事情了，所以问师是师就辞了，刚才弥勒菩萨已经向释迦牟尼佛请问过这个问题了，佛今答之，这个佛指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现在就会答复弥勒的请问，汝等自当应是得闻，你们所有侍者们跟分身诸佛来的侍者们，
每一尊佛都是这样告诉他说，你们大家稍微等一下，弥勒菩萨已经请问了，现在释迦牟尼佛要答复他，那么由此你们应当因这个因缘呢、啊、你就能够听到这些菩萨为什么涌出来，从哪里来，来的原因，现在释迦牟尼佛的答复你们都可以听到，从此啊你就可以了解了，用不着我来为你们解释。那么这是分身诸佛答复他们的侍者的请问，所以叫做他陀菩萨疑问。到此为止，本门的序段序分说完了，再往下就是本门开进贤缘的第二段丙子下第二正说段。正说段，正说就是正宗分，正要开进贤缘，正要说明开进贤缘的道理，这一段文说这个道理，所以叫做正说段。正说段有再分两段，第一戒许，第二正说。丁字下第一戒许，戒许这课文里面呢有长文有句诵，那么因为这个文体不同啊，就分为两段，物字下第一长文，那么然后第二就是句诵。长文里面有三段，第一述叹，第二戒，第三许，有这三段文，长文里面有这三段的意义。第一述叹，就是在刚才说过的最后一段，汝等自当应是的文，再接下去释迦牟尼佛先叙述赞叹弥勒菩萨的请问了，问得好，所以经说儿时释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萨，儿时就是弥勒请问以后这个时候，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对弥勒菩萨说了下面的话：善哉善哉，善就是好，哉于尾声，善哉善哉就是很好很好，你问得很好，叫做善哉。为什么用两个善哉呢？第一个善哉，第一个赞好啊，说你问的上契佛心，契合佛的心意，佛正要把他的久远成佛的事迹在这个时候把它表达出来，由你这个问话佛就有这个因缘可说了，所以赞叹弥勒问得好啊，这正是合乎佛的心意，所以这是第一个善哉。第二个善哉，赞叹他你问得好，怎么好呢？下契众机，对下对一切众生，契合众生的根基。这个时候在灵山会上的所有的听众，要听开进贤缘，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的这个话，这个道理，因缘成熟了，佛应当要说。而大众，当时灵山会上的大众，由你这一问呢，所有的听众都得到广大的利益，明白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的这个广大的利益，所以你问得好，下契众生的根基，所以再赞善哉。第二个善哉，赞叹弥勒问得好，因为正是时候当时的听众该要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那么因此再赞一个善哉，所以连说善哉善哉，你问得很好，
问得很好，正是时候，我正要说，你问得正好。我一读，乃能问佛如是大事，这就是叹，赞叹弥勒菩萨，你真了不起呀、啊！你能想出这个问题来，问得正好。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的名字，弥勒是他的姓，翻成中国话就慈氏，姓慈悲的慈，慈氏，名字叫做阿逸多，阿逸多翻成中国话叫做无能胜，合并起来就是慈氏无能胜，他从初发心就要以大慈悲心利益众生，所以称他叫做慈氏无能胜。那么佛在这个时候叫他的名字是阿逸多，你问的非常之好，你晓得问这么大的事情，如是大事，如是指上文说的从地涌出菩萨的这些事，像上面所说的从地涌出菩萨的事经过，那你能提出疑问来一一请问，这是一件大事情。什么叫做大事啊？佛住持说法事是几年来从来不曾说过，佛是久远之前已经成佛，这次是示现，这个话从来不曾说过啊，那么现在要说，所以这是一件大事，从来不曾说过的。所以一般人如果你们有广大的智慧是不容易体会得到，所以称它叫做你晓得问，问的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能够使佛的久远成佛的实际事迹从这个时候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说你问得好，问这么大的事情啊，我现在就要听你解说，这就是树叹。第二戒，汝等当共一心，披精进铠，发坚固意。这几句话就是科判的第二戒。戒有警戒的意思啊，劝勉的意思。现在就是对当时的所有听众，以弥勒来劝诫所有的听众，如指弥勒，等指灵山会上所有的听众，你们大家这个时候应当要共同专一其心，你要很用心听，因为下面的话呀，四十几年来不曾说过的，要专一其心，很用心的听，而且你要披精进铠，精进显示每一位菩萨的勇猛的这个大愿大力，铠是一种比方，铠是古代的战甲，古代的战争，阿兵哥要穿上这个甲，这个甲呀就是保护胸前背后的一种好像这个背心一样的那一种的铁皮去做的那一种甲所以叫做铠那么披上这个战甲呀就可以跟敌人打仗，才不至于伤害到自己。所以现在你们要听我下面所讲的话呀，你要用很勇猛精进的心坚固你的心诚好好的听啊，才能得到受用。所以要披精进铠，还要发坚固意。你的道心，你对佛的信心，要发出非常坚定而牢固的精神来听下面的话，您才能够接受，因为这是很稀奇的，不曾说过啊。那么你突然听到这个话，必定会觉得很特别，所以呀，你恐怕升起怀疑之心。那么因此佛叮咛他，你必定要披上精进铠，发起坚固意，
专一其心来听我下面的话，才能得到真实的了解。所以叫做戒，劝告，警告、劝勉的意思。下文第三，许，许啊，就是答应了，佛答应要替他解释，准许了，如来今欲显发先是诸佛智慧，诸佛自在神通之力，诸佛师子奉训之力，诸佛为蒙大事之力，这是答应要替他解释，要替他解释，说出佛的这种，在世出世间法上非常少有的，特殊的佛智。如来就是佛，今是现在，要为你们显现出发明、宣告、开示你们诸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佛的智慧，这个佛的微妙的全十二智，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诸佛智慧是总，下面三个力是别，显示出诸佛智慧具备下面三种的大力，诸佛自在神通之力，这是赞叹佛的常德以乐德，诸佛师子奉训之力，这是显示自在意，就是我的，诸佛为蒙大事之力，究竟断除烦恼，得到究竟清净，才由大为事显现出来，这是净德。佛的涅槃四德，常、乐、我、净四德，就在这三个力里面包含殆尽。那么同时这三个力，也就是表示佛在三世中，过去世尽过去际利益众生，现在是尽现在际十方世界利益众生，未来是尽未来际利益众生，所以有这三力。诸佛自在神通之力，这是说明过去佛自从第一次修行成佛以后，一直到现在，经过沉淀劫，在这个娑婆世界乃至十方世界，自由自在的用他的神通伟力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自在就是显示他的自由自在之意，也可以显作我的，那么也越三是说每一句都具备四德，那么自在我者自在一，就是我的，既然得到自在，当然就是究竟安乐，也就是包含乐的，由这个自在神通，必定是已经彻证真常，究竟清正真常，也就是常德。既然能够自在而现神通，必定是烦恼完全断尽，究竟清净，也就包含净德。释迦牟尼佛久远劫前就已经成佛，所以能在十方世界自由自在显现他的神通伟力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就看这个诸佛自在神通之力，就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今生才成佛，老早就成佛了，如果不是久远成佛，他怎么能在过去时自在神通之力显现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这个诸字做语助词看，指释迦牟尼佛，那么同时也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不但我如此，过去诸佛亦复如此，所以称诸佛。那么这个诸字是两种意义，单指释迦牟尼佛就是语助词，做助语的意思啊，就你看这个佛有自在神通之力啊。如果做多字讲、重字讲，那么就是不止释迦牟尼佛如此，过去、现在已经成佛的佛都是一样的，有这个自在神通之力。现在这里主要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自从第一次成佛以后，累生历劫，以自在神通的威力做度化众生事业，并没有停止，一直到今天。所以诸佛自在神通之力，诸佛狮子奉训之力，狮子啥呀？万兽之王，所有的动物兽类当中啊，狮子为众兽之王，所以狮子一吼啊，百兽潜藏，狮子一吼，其他的所有的动物都要降服，那么因此把狮子吼来比佛说法。奉训是什么意思呢？狮子在洞窟里面啊，它要出来的时候，前面两个脚跟后边两个脚这个起来显示它那个威势的情况，很威严的那种情况，据说狮子从洞窟里面要出来的时候，三进三退，往前发威叫了一声，往前一冲，奉训，然后往后一退，再往前一冲，再往后退一步，再往前再冲第三次，然后才出去，所以叫做奉训。狮子要出洞啊，都是有这种的表现，所以叫做狮子奉训。现在这里是拿这个狮子奉训的情况来比方佛勇猛精进，在十方世界分身无量做度化众生事业的这种的不可思议的伟的神通之力，好像狮子奉训。你看灵山会上八方山三遍土田的所有的分身诸佛无量无边，这不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狮子奉训三昧的显现，很好的证明吗？所以狮子奉训之力就是表示释迦牟尼佛现在是在十方世界分身无量而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这也包含常乐我净四德的意义在里面。诸佛威猛大势之力，伟的雄猛，有大伟势大力量，敬畏来济做度化众生事业。释迦牟尼佛度众生不是到此为止啊，这里度众结束了，因缘尽了，再到其他地方去，在娑婆世界与十方世界敬畏来济度众，所以成佛之后啊，并不是坐在大殿里面思啊，成佛以后他还是照常的一直继续示现八相成道，到处做度化众生事业，不曾停止，这就是敬畏来济度众的威猛大势之力。所以威猛大势之力越未来度众说，那么先把这些道理显现出来之后啊，然后说下文，也许这些大菩萨们能够啊体会一二，否则的话他觉得这个好像很特殊啊，没有办法体会。说了这个三例，可以知道佛的伟的神通不是等觉一下菩萨所能想象，在华严经这个十地品里面说得非常清楚的。那么这是长文，再往下是句诵，句诵有两段，第一诵戒，第二诵喜，只是长文的三段当中第一的数段没有重诵，只诵戒与喜这两段文。儿时世尊欲重宣此意，
而说句言，当精进一心，我欲说此事，悟得有一回。这就是诵戒啊，重诵前面警戒的话，你们应当要专一其心，精进而披这个精进铠，来听我下面讲的话。我欲说此事，此事指下文的开进贤缘、开进贤本之事。我现在要说你从来不曾听过的话，你得用心听，悟得有疑回。你听了下面的话呀，不要怀疑，不要后悔，怀疑什么呢？你会觉得，四十几年来都不曾说这个话，难道真有这个事实吗？你动了这个念头，那就是疑，或者是，这难道是佛说的吗？是佛吗？那你后悔，我亲近的是不是佛？你动了这么严重的后悔之心，问题更大了。所以佛先警戒他，你们听了下面的话呀，不要怀疑，也不要后悔，那么佛有这个自在神通之力，是不是你们所能想象？你必定要很用心的听，要完全能够接受，所以诵戒，后边诵许，是答应可以说了，佛智破思议，汝今出信力，住于忍善中，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破啊，就是不可两个字合并起来的意思，破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因为它这个句诵是五个字一句吗？没有办法写作不可思议，所以用破字来代表那个不可，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佛要说过去久远成佛之事啊，你们大家现在要提出最坚固的信心之力，要安住在诸法实相的忍力，在一切善法中，你要有这个忍力来接受，后边说的话是注意忍善中，希望你们能把心安住在忍力，就是人可以佛下面所说的话，这是究竟善法，你不曾听过的微妙的教理，你要能够把心安住在这个无生法忍的境界里，才能够接收，注意忍善中。昔所未闻法，境界当得闻。昔指这个最近四十几年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这个话四十一年来不曾说过的，你不曾听到的，未闻，不曾听过的话，这个法，今皆当得闻，现在我要说了，通通都能够闻到，不曾听过的，现在你能够听到了。我今安慰你，安慰龙悟的怀疑句，我还没说之前呢，恐怕你害怕怀疑，所以我现在先安慰你，那么你不要怀疑，不要恐惧，我说的都是真实语。佛无不实语，智慧不可量，佛说的话绝对真实的，没有不实在的话。所以《金刚经》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具备这五种的真实，绝对没有不实之一。那么佛说的话绝对是真实，既然绝对是真实，那你们必定要深信，要知道佛的智慧是不可以思量的，智慧不可量，不可量还是不可思议。所得第一法，审身破分别，如是今当说，汝等一心听。佛所得到的第一的妙法，第一显示最殊胜、最高妙，佛所亲证到的第一的妙法，
最深奥，不可以思议，不能用凡夫二圣乃至等觉菩萨用分别心去分别，破分别，破就是不可，不可用分别心去分别。假如你用分别心去分别的话，那就发生很严重的错误了，神圣而不可思议，不可分别，神圣破分别。如是今当说，如是指下文，这么高深的道理，现在我应当要说出来了，你如当一心听，你们大家要专一其心来听我下面所说的话。那么这就是第一段的介序，丁字下第二正说，正要开进闲缘，正说这个开进闲缘的道理。那么下面的经文，正说开进闲缘有三段，五字下第一，从这个经文开始到这个从地涌出品说完，这叫做正开进闲缘，一直到受量品，那么结住到了这个分别功德品的前端，这都是正开进闲缘。那么正开进闲缘，然后啊到了这个分别功德品有总所法身记，那么这是第二。第三，总身灵劫，分别功德品里面呢，第一段的句诵，弥勒菩萨说的句诵，那是总身灵劫，分别功德品的前一段，佛说明当时大众的得的利益，那是总所法身记，句诵是总身灵劫。那么现在正说这个开进闲缘呢，有两段。第一，略开闲动之身矣；第二是广开闲断疑生性。这个文字跟前面的进门开进开卷显时，先动之身矣，后断疑生性，意思是相同，但是前面是进门的开权显实，这里是本门的开进闲缘，说现在先略略的开闲，简略开进闲缘，简略的开进闲缘了，使当时的听众动其他的执情，生起疑心，所以叫做动之生疑，指过去41年来，大家都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才成佛，在菩提树下第一次成佛，这是第一次的怀疑，大家都认为这是第一次成佛吗？哪里还有更早的吗？大家都是有这种的执情，现在一说久远之前成佛了，大家就怀疑了。所以叫做动之而生疑，动其大众近的之情，怀疑远的成佛的事实，所以叫做动之生疑。这里有两段，第一略开，第二疑情，佛先简略的开弦，那么大家听到之后升起疑心，所以有这个怀疑而请示于佛，所以叫做疑情。略开的文字有长文有句诵，是按照文体分为两段，第一长文，第二句诵。长文有两段，第一大所思，第二大来出。前面弥勒不是请问吗？说这些从地涌出的菩萨呀，他的老师是谁？谁指导他现在成就的？所以先答他的师父，答他师长，大所思。那么第二大来出，答复他，这些
地涌菩萨从什么地方来的大来处。先说明大所师啊，大夫弥勒的，请问他的老师是哪一位？看这个经文，尔时世尊说辞俱已。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把上面的句诵说完了，告弥勒菩萨，对弥勒菩萨说，下面就是佛对弥勒说的话，就答复他，这些地涌菩萨他的老师是谁？我今于此大众宣告汝等，佛对弥勒说，我现在在这个临参会上所有的无量无边的听众当中啊，我宣示告诉你们，阿逸多，是诸大菩萨摩诃萨，无量无数阿僧祇，从地涌出，汝等悉所未见者，我于是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教化是导是诸菩萨。调伏其心，令发道义，这就是大所师。佛对弥勒说，哎，阿逸多菩萨，我跟你说，这些从地涌出的诸大菩萨，无数量无边际 无量数那么多，所以叫做无量无数阿僧祇，阿僧祇也是无数，算不出那么多的从地涌出的菩萨，你们从往昔以来不曾见过，你不是说你都不认识吗？没有一位你认识的，你都是不认识，而且不见过，您都不曾见过他们，说汝等悉所未见未闻的，那么他的老师是谁呀？现在我老师告诉你吧，我于是娑婆世界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教化世导是诸菩萨。我跟你说，这都是我的弟子啦，哈哈，通通都是我教化的啊！我释迦，在这个娑婆世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了。我在娑婆世界成佛以后啊，我就教化这些菩萨，我开示他，领导他修行，调伏他的心，使他发起无上道义，这些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今天的成就啊，通通都是我释迦牟尼所教化的，那么这里只是说我成佛以后就教化这些菩萨，那么大家就会升起怀疑啦，大家都还认为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也不过是四十几年了，那么四十几年来就教化那么多的菩萨，而且是从初发心到今天的大成就，那么都是佛所教化的，当然就要生疑了，因为这里面包含着第一次成佛，在娑婆世界第一次最早第一次成佛就是成点界前的第一次成佛呀，就教化这些弟子。假如你知道他是成点界前就教化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没问题了。可是现在大家都想，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不过是四十几年的时间，要教化那么多的菩萨，而且从初发心到现在的等觉以上的成就，当然他们要怀疑啊，所以后边他们有疑情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这是第一段大所思，第二大来处，他们从哪里来，来处，这有两段，第一是大，第二是解释，先答复他的来处，然后解释他的来处。此诸菩萨皆于是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与诸经典读诵通理，思维分别正意念。这是大他的来处。你问那些菩萨从哪里来吗？
现在我告诉你，这些大菩萨都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下面，在这个娑婆世界下面的虚空当中啊，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我上次曾说过的，根据华严经的华藏世界品，这个华藏世界有20重，娑婆世界是第十三重，也就是说从下面往上算啊，娑婆世界是第13个，下面还有12层的世界，还有12层世界。那么因此娑婆世界的下面到第12层的世界的中间呢，有虚空，有很广大的虚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菩萨就住在娑婆世界的下面啊，第12层世界的上面那个中间的空啊，那个虚空的地方，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住在哪里做什么呀？他们在哪里用功修行啊？语诸经典，读诵通理。这个不要呆板的看作读经，像我们读经如是我们这样读的情况啊，不要呆板的这样看，就是说这些菩萨在那个地方在修行一切法门。佛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门呢，从初学到成就，读开始学习，诵成就了，对于一切法门从开始学习到圆满成就，都使他能够就近通力啊，经常思维佛所说的一切法啊，去好好的体会了解啊。这个分别不是指那个分别心的分别，是指他对于佛法深深的体会，能够了解内容的道理啊，得到真实的受用。正意念使他的心念呢，完全趋向于正法，正意念啊。那么安住在佛的正法当中啊，如法修行，使他有所成就啊。那么这是大夫啊，下面是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啊。那很奇怪啦，大家都住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三界里面，那么这些菩萨为什么住在虚空之中而不住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加以解释。解释里面呢有两段，第一是住处，解释他住的地方，第二是称扬受持修习，解释他称扬赞叹修习佛法怎么样子修行啊。阿逸多，是诸善男子等，不要再众，都有所说，常要进出，勤行精进，未曾休息，亦不依止人天而住。那么这是解释第一，他住在那个地方做什么？是住处。这些地涌菩萨住在那个娑婆世界下面的虚空当中，他住在哪里做什么呢？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呢？解释这个道理。这阿逸多，我跟你说，这些善男子当中，就这些菩萨们，他为什么不住在三界里面，而要住在下面的虚空之中呢？因为呀，他不要再众，不喜欢住在多人的地方啊，使心地恼乱而静不下来。这是四相上的说法。大菩萨他能闹事从中做道场，无所谓闹不闹，这只是说他的心常住在极静的境界当中，那么不被外面的任何沉浸所扰动，所以叫不要在中啊。他不是只在四相上，不住在大众当中啊，找到这个烦恼的恼乱。实际上他内心静极，内心经常安静的静极啊，那么不被外面的沉浸所扰乱，所以叫做不要在中。
如果再种有什么不好啊？人多了就多有所说呀。哎，你看看，假如你有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在一块儿哇啦哇啦讲话啊，讲来讲去是是非非什么都搬出来讲啊，张家长李家短啊，那么所有的好的坏的统统都搬出来讲，就多有所说。你有两个人在以上在一块儿，他必定就话就很多了，就多有所说啊。叫你坐在哪里默默无闻呢，不说话恐怕不可能吧，你总是有嘴巴就要讲话，哇啦哇啦就讲了，一讲嘛什么都来了啊，把心地都搞散乱了。所以人多话就多，容易杂乱，那么因此啊，所以他不喜欢在大众里啊。这是思想上的说话，初学的人应当是如此。九修菩萨纵然都有所说啊，说而无说，好像啊须菩提善说般若，说而无说，不在乎说不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说他的心常静而不为外境所动，你无论怎么说横说竖说他都不会所动啊，不要在众都有所说啊，因为他常要进出啊啊，所以呀、啊、喜欢在下方空中安住。这个文字没说完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